你们可听到有人喊救命？没有啊。快救救我！不对，是有人在喊救命，声音是从码头方向传过来的。没有，只有月姑娘听到。莫非是？不行了，姑且一试。先生，我乃明枢门弟子，你若同我缔结契约，便可依我灵力活下去，你可愿意？好。云转太虚，真文淡肤，慧圆玄生，融在万物，灵力相生，精气共行，胎光为眼，幽精作屏，凝睡之气，师姐，一劫乃成。明枢门弟子月清书，携风玉岭迎战。
油，你研制的迷幻药呢？快用上。哦，好。赤如，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之前你迷失神智，现在可清醒。此处为人界。是人界。你从天域逃至人界，究竟都犯下了怎样的罪孽？私逃，我应被囚于天域积水之渊才对。啊，不足幼子，我依稀记得，我似乎在追捕于我，无恙否？没事。那不是你本意，我不会怪你。即使非吾本意，依然犯下不可饶恕之罪。我所犯累累罪孽，尽浮现眼前。吾竟已堕为凶兽啊！糟了，迷花药效不够，压制不住他的凶性了。神智被咒毒操纵了，让他解脱吧。堕成凶兽的灵兽都是中了某种不明的咒毒，无药可解。我的灵兽是天地灵气所聚而生，末后再度化为灵气，不会为此而悲哀。这也是赤如前辈希望的。我明白了。不能算是解救，只是各位英雄，三位英雄，本都镇守卢龙府多年，还从未见过可除去凶兽之人，今日当真让白某大开眼界。我乃卢龙府都督白松环，三位立下如此大功，还请务必让白某设宴给三位庆功。卢龙府都督，那不就是秦妹的？正好趁此机会将都督府摸清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多谢三位英雄赏脸，方才凶手肆虐，造成船只些许损坏，本都还要再去做善后工作，还请各位先行前往都督府。破，我不得不以明术门法术救你。此刻你已无恙，只要你想离开，我可以解除契约。你救了我，我愿意追随你。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，请不要赶走我，好吗？我怎么会赶你走呢？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我叫陈峰。月姑娘，你的运气可真好，又一只灵兽。可灵兽很少出现在人类聚集地，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呢？前些时候出现了一群可怕的道士袭击我们部族，我逃了出来，又遇到了赤如。我受了伤，他的力气也比我大许多，我只能逃跑，慌不择路逃到了这里。一大群道士去袭击风灵兽部族，你可知他们是什么门派？记不清了，当时场面混乱，我在同族的拼命保护下才勉强逃出来，再加上身受重伤，所以有些记忆十分模糊，或许等一段时日的修炼，我就能慢慢想起来了。别担心，我已御灵术与你共修，相信很快就能恢复。
眼下看来军营是去不了了，不过能进入都督府也算意外收获。嗯，就来好好查一查这都督府的底。告诉爷爷，他一定很开心。按掌门手记记载，祖师爷的第一支御林也是奉系的嘛。不过看形态，应该不是同一组的。祖师爷的风御林？明术门的徽记正是来源于这只新灵兽。了解了。三位少侠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。想不到几位看着年轻，竟能除掉这般棘手的凶兽，白某佩服。可真会打官腔。都督过誉了。不知几位师承何处，如此修为实在不俗啊。只是个无名无姓的小门派，不足挂齿。禀都督，二爷和小姐的船已经在码头靠岸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今天可谓是双喜临门呐。先有三位少侠除去凶兽之功，又有吴家兄妹团聚之喜。请稍坐，白某这就着人备下宴席款待诸位，一来是为庆功，二来也是给舍妹洗尘。多谢都督美意。